来，快坐下，坐下。头晕啊！慢点，慢点，慢点。妈，你头晕啊？你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文生，我算是明白了。你要是不听妈的话，你就别当妈的孩子了。妈，你这是干嘛呀？是当着客人的面呢？是，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两个客人的面。我想求你，妈，求你别去天恒集团了，好不好？妈，您这是干什么呀？天恒集团怎么你了？你今天真奇怪啊。文生，你不听话是吗？你给我滚，滚出去！你可真会挑时候。哎，文生，你消消气，我去看看他。文生，你这是怎么了？你快劝劝阿姨啊！我怎么知道怎么了？我不知道。姨，你别难受。有什么话慢慢说嘛。王正，不好意思啊，你难得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哎呀，弄成这个样子。嗨，阿姨，小云啊，阿姨是第一次见你，我真的很高兴。哎呀，文生是太不懂事了。阿姨，有什么事情您就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好。那我就说出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文生去天恒集团啊？因为那个集团的老板是个骗子，我们家今天变成这样都是被他害的。被他害的？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去问文生吧。妈，您别说了，我都听见了。我来说。王哲，小云，反正你们也不是外人，我也不怕你们笑话，索性咱今天就说个清楚。我今天回来啊，本来是想给我妈一个惊喜，想告诉她天恒准备要我了，我就可以挣钱了，养家了，让她老人家享享清福。没想到她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骂人家说什么他们厂子的地是人家骗去的，他们职工下岗也是人家害的，说他们挣的是脏钱，死活不让我去，说我要是去了就有人戳他脊梁骨，就这么简单。现在您又来了，当着客人的面，你想干嘛呀？文生，少说两句。不行，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我妈以后还得跟我生气。妈，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我去求职，碰见一个疯子要炸大楼，我差点炸死在那儿。文生，你别说了。小鱼，不说了，我怕您担心，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活着回来了，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您跟我讲什么脏钱不挣。您说的倒是简单，我电脑要多少钱？妈，8500。我这个手机1300，还有我这身衣服2800，这都谁给我买的？都是卫东挣的脏钱给我买的，对吧？我要是真像您说的这么有骨气，我学费也不要人家的，那样我就拿不到毕业证，我变成一个饭桶，一个废物，一个乞丐。妈，你儿子也要脸。我不想像您这样，我也不想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不想靠您养活着，我不想您过这种日子。文生，你说要是你今天被炸在楼里，妈就看不到你了，是吗？你在外面遭那么大罪，吃那么多苦，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傻孩子？我知道你生我的气，都是妈不好，对不起。妈，你别管我了，我现在完全不能理解你，我做什么都不对，
而且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你当长辈的不能这样，你要知道你儿子也是有自尊的。我要早知道这样，不如被炸死算了。魏生，不许胡说，咱们得活着，得好好活着。什么都没有活着好。魏生，你要是想去天恒集团，你就去吧，妈不拦着你了。不过你得答应我件事儿。什么？到了那儿，不许学坏，不许昧着良心做事儿。因为咱们家从来没出现过一个歹人。阿姨，文生，你们都别伤心了，都过去了。哎呀，小鱼啊，真不好意思啊，你们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两个主人做得不好，抱歉啊。没事，阿姨。要不我下次再来看您吧。哎呦，那可不行，你要是走了就是怪罪我了。哎，王哲，你也不许走啊，还没吃饺子呢。我不走，我院子里面透透气，太热了啊。你们先聊着。哎呀，你看这饺子都包好了，只等着下锅了。我去煮饺子去。对不起啊，小云，让你见笑了。文生，我觉得阿姨的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要不你哪天带她到医院检查检查。行，那天你值班的时候我带她去，好吧？杨总，查到了。说，我这儿没人。您猜怎么着？贾金鼎果然是老袁的人。老袁上次带人到咱们公司闹事儿，这小子没来，行为反常啊。是啊，你说上次这小子没来，说明他不是找事的人。怎么这回闹成这么大动静？哎呀，我说的是老袁。老袁？他怎么反常呢？咱们以前欠他钱的事儿啊，也不是没有过。时间长的时候呢，也不少。可是他呢，从来不敢放一个屁。是这儿吗？就这屋。王哥，我来了。你怎么来了？干嘛？不欢迎啊？我让他来他非来。大姐，这不是我家。我知道这不是你家，这不就那什么唐文生家吗？哎，哟，你都来了呀。哎呦，爷爷，不好意思，来晚了。行了，来了就好，大家都在等你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姑娘是谁呀？苗苗。阿姨，阿姨好，我是苗苗。哎呦，苗苗真可爱。这是我们苗总的女儿。啊，苗姑娘，你屋里坐吧。好的。李东。啊。没事了吧你？哎，你来了。哎，你眼睛这是。没事儿。哎，你不是那个。嗨，你也在这儿啊？哦，苗苗你好，嗨，你把这么大老板的女儿带到我家来合适吗？不让她来的非来。行，进去吧。就是。嗯。东哥，你怎么才到啊？迟到了。冯大夫，你来了。你好，卫东。
哎，你好。要这么说，最大的可能就是风刚兄弟。不是，这也太小儿科了，咱就是把钱都还给老袁，也没多少钱。你知道蝴蝶效应吗？蝴蝶效应？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传达到太平洋，就会引起十级风浪。哼，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是科学，懂吗？一只蝴蝶扑棱了一下翅膀，那别的蝴蝶呢？你想过了没有？我明白了，苗总，您是怕这事儿搞成连锁效应。苗总放心，我再去调查，我非把这事弄得里里外外弄个清楚不可。您先休息。来，东哲。哎，不能喝，不能喝，我一会儿开车呢。卫东开车，你就别让他喝了。行，改天啊，改天。好，王哲。哎，你怎么倒上饮料了？我们队长一再的叮嘱我们，记着，饶了。我今天啊很高兴，我就多喝一点。今天我叫大家来啊，主要有两件喜事儿。这第一件喜事儿啊，就是我还有冯小云，我们确立了恋爱的关系。这第二件喜事呢，就是我的工作有着落了。来，我们大家吃饺子啦！啊，吃吃吧，快吃快吃快吃！吃吧，哲哥。吃自己。吃。我不吃，我不吃。吃。小云啊，我自己来。嗯，好吃。文生，你去把阿姨叫出来吧，她都忙活半天了。我叫了她好多次了，她都不出来。咱们自己吃吧。安哲哥。你今天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不高兴啊？没有。绝对有。哎，说了没有？哎，王哲哥，你们那儿有没有射击训练什么的呀？有。太好了，能不能带我去玩啊？带不了。为什么呀？我花钱还不行啊？不是花钱的事儿。哪有花钱还干不了的事儿啊？你有钱了不起啊？有钱想干什么干什么呀？不是你把人家惹急了，人都不吼你吗？我哪惹他了？我惹你，我惹你，我什么时候惹你？我惹你了吗？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没惹我，我惹你了，行了，对不起，对不起。跟我道歉，好吧，原谅你了。兄弟，今儿怎么了？没事啊，看你不对劲儿。没事，
可能工作太忙，有点累。真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可能是新到一个工作环境。去吧。哎，东哥，他不高兴了？没有。那他刚才都说啥了？他说他工作的忙累。哦。东哥，我觉得他挺酷的啊。东哥，以后我就跟你们混了。第一次出现场，第一次主审嫌疑人，第一次抓捕疑犯，我的刑警生活紧张而又充实。我发现不管遇到什么伤感和不快，只要一接受任务，自己就会全身心的投入，而一旦融入日常生活中，面对同事、朋友、兄弟、陌生人，我又有那么多的困惑和疑问无法解答。老总，辛苦。师傅来了，给。干嘛？怕你受不了那味儿。我们老师说了，嗅觉也是一种侦查手段，所以刑警出现场的时候一定不能戴口罩。你是新人嘛，照顾你一下。不用。干活吧。行，谢谢您亚萍姐，麻烦您了，咱一会儿见。好，拜拜。妈妈妈，您出来一下。妈，什么事儿啊？你等我一下，我拿件衣服给你看啊。你这着的什么急呀？你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好看啊。啊，好看。这件西服给我熨了，还有这件衬衣啊。哎，你这到底要上哪儿去啊？刚才大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让我马上去面试，时间来不及了。我的皮鞋都还没刷呢。妈，您别愣着呀。我的简历。妈，皮鞋你得给我刷了啊，刷亮点。怎么样，老总？找到两个尸袋。说说。看，这是新找到的。
都看清楚了吗？这是两颗人头，看这儿，这儿，头上都有枪眼，这是致死的原因，面部严重毁损，无法辨认容貌，应该是刻意为之。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死亡时间呢？从腐败程度上看，绝对超过一个星期。好，先这么着，这留下两人，跟老邹他们继续找，其他人回去，摸排近期失踪的人口线索。怎么着？谁留下？我留下吧。我也留下，让咱们的大学生回去好好喘口气儿。没事，赵哥，我没那么娇气。队长，要不我留下吧？行吗你？没问题。师傅，桃儿，就让我们俩留下吧。好，就这么定了。赵阳、任辉，咱们走。师傅，我昨晚没睡好。行了，不挤的你，甭解释。行，不解释。那我们先走了，辛苦了啊。梁总你好，这是我的简历，请您过目。梁总你好，我叫唐文生，这个是我的简历，请您过目。简历过目。还挺绅士的嘛，是最起码的。哼，走吧。你怎么了？有点紧张。没事儿，董事长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其实他挺和蔼的。小唐，有件事儿你一定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董事长历来都是在公司接见应聘的人，唯独对你，他特意叮嘱要在家里见。说实话，我跟着他这么多年，我可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你想想，这对你来讲是多么高的待遇啊！是吗？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董事长重视你啊！这要是传出去，得有多少人羡慕你还不知道呢。再说了，你的事儿从一开始就是董事长安排我做的，所以你放心，别紧张，拿出点男人的劲儿，走吧。行。小莲姐，嗯，董事长家怎么没有佣人啊？门也开着，这万一要是……你以为这是大杂院，谁都能进来吗？在家里真够静的。董事长为人很低调，不让别人伺候的。这边是会议厅。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在这研究和决定。这边是会客厅，董事长的一些重要合作伙伴都在这儿接见。那边有部电梯，直通楼上的卧室。你从这儿下去吧，董事长在等着你。我自己下去啊。嗯。是，
你看，挺帅的。我在客厅等着你，别紧张。姐，冷到真黑，下去吧，下到底就亮了。苗总，你好。苗总，这是我的个人简历，您过目。站那儿去。姓唐，啊，这上面说你母亲叫唐敏，是，哦，我跟我母亲姓，怎么没有你父亲的资料呢？家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唐敏，苗总，您你是学企业管理？是。说说看，你都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工作？啊、哦，比如企业项目监管，项目评估、审计、审核。啊，你不用紧张，慢慢说。审计、审核、计划，还有财务等等。我涉及的课程一共有30多门，所以这些专业的课程基本上我都能干。万金油，在我看来，什么都会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懂就什么都不懂，你觉得呢？我学习的都是现代企业管理者必备的知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在我今后的工作中运用得到。那你学的这些我都没学过，照你这么说，我做这个董事长是不够格哦。不是不是不是，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小伙子，你别以为你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花拳绣腿三脚猫的本领出来就能够混得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像你这样的大学生未必能比得上我工地上架子工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我认为您不妨试一试。我会努力工作，尽快的适应环境。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恐怕不行，你还是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吧。
你的包。你好，怎样？哎哎，小唐，你这是怎么了？你说话呀！不要，这怎么可能呢？你等着，我下去问一下。杨总，你对小唐不满意啊？你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我考察的很仔细，我觉得他的综合素质不错，又是咱们公司正需要的管理人才，所以才……不要。不是您跟卫东说让他来找我的吗？再说，如果他要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也不会网开一面的。我说了不要。杨总，您这是……现在资金紧张不进人，可是上个月您还跟我说让我物色管理人才呢。情况变了，他要进来，那你走。啊，那个民工孩子治疗情况怎么样了？都办好了，他们的家人都很满意。我说嘛，你办事儿行，可是现在您让我怎么跟他们争取解释？我说了，你办事儿行。那你先休息吧，我先走了。小唐，你想去哪儿？我送你。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去哪儿啊？走。怎么了？都麻了。
两位需要点什么？啊，两杯蓝山。小唐，你吃点什么？谢谢。嗯，今天的事儿，其实我也挺意外的。苗总跟你说原因了吧？没有。是这样的，嗯，我们公司人事方面的事情基本都由我负责，苗总对我一直很信任。但是这次确实有点特殊情况。嗯，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竞标一项重大的项目，从现在开始紧缩开支，所以从现在开始紧缩开支。因为那个集团的老板是个骗子。这第二件喜事呢，就是我的工作有着落。你儿子也要脸，我不想像您这样。我也不想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不想靠你养活着，我不想你过这种日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大学生毕业遇到种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也算是对人生的一种历练吧，你说呢？王哲，吃饭了。怎么样，适应了吗？还行。哎，其实也没什么，见多了就习惯了，干警察的工作嘛。来，酒精消毒。你哟，红烧鸡腿，这个味儿正。哎，老邹，这话什么意思啊？话长了，我第一次出现场吃的就是鸡腿。至于这么一惊一乍的吗？事出有因，当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那顿饭吃的我特别难受。说说。本来呢，我从小就爱吃禽类食品，但是那一次吃鸡腿的经历太可怕了。当时那个大师傅做的鸡腿那叫一个绝呀，一只鸡腿能吃出好几种味道。你看这鸡腿上半部分是蜜汁口味，下半部居然是酱烧味，而且骨头不知怎么都弄碎了，整个拿不起来。这不，那个大师傅居然还说这叫怪味鸡腿祖传手艺。他说切碎这个鸡腿的刀上功夫不是一天能练出来的，依我看他那就叫做四不像。咱们这个颜色呀味道基本上是对路的，所以说鸡腿该有鸡腿味儿，不能是又留着蜜汁儿又咸了吧唧怪怪的。你这个徒弟呀，呵呵，还大学生。笑什么呀笑，大学生怎么了？你们刚开始不都这样吗？说不定还不如他呢。给。哎，对不起啊，师傅，俺丢了。吃不下就别吃了。不行，今天这饭我还非吃不可。
了。